小玻璃，小玻璃，哎，妈妈，刚刚买了两个氮气球，给弟弟一人一个玩哈。妈去做饭去了，可别给你姐姐哈，她又会给你扎爆。我先去做饭，小朋友他姐要来使坏，你们给我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哈。只要你们给我帮忙把小红心点亮，小家伙也要吃。你看小柏林这些零食我就送给你们吃了，你们喜欢吃小柏林的这些零食吗？你看全都是好吃的，这些全都是爆浆糖。那我先去做饭去了哈，我先走了。弟弟弟弟，你们在玩气球呢，跟姐姐一起玩好不好？赶紧给我，快点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终于抢来了，哈哈。一二三，让你们不给我玩，扎爆了吧哈！我让小朋友给我点亮小红心，请教告诉妈妈。让小朋友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，告诉妈妈呀。哪个小朋友敢点？我看看，我看哪个小朋友敢点。啊，有个小朋友把这里的小红心点亮了，又把小家伙给点消失了。妈妈来回打我呢，你们别点了，还在点。我捡他的手，他在点。我捡他的手，哎呦，我怎么捡不到小朋友的手呀？因为小朋友在手机外面。我的天哪，小朋友在手机外面还在点小红心跟小家伙呢，妈妈来一会会打我的，我得赶紧跑了。小柏林，小柏林，妈妈看到小朋友点亮小红心跟小家伙了，是不是你姐姐又来使坏的呀？对。她把你气球弄哪里去了？捡爆了。捡爆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臭丫头简直是太气人了。我们谢谢小朋友给我们点亮小红心小家伙好不好？我们说要送好吃的给小朋友的，你看这么多好吃的，小朋友你们喜欢吃什么呀？这里面呀全都是爆浆糖，哎，这里全是果冻，这里都是好吃的零食。哎呦，还有一个小柏林最喜欢吃的，这是奶片嘛，小柏林吃不吃啊？来来，给你一个，然后剩下那些好吃的都给小朋友吃了好不好？来来，你一个，弟弟拿着吧。